据说这个怪物死掉，每一个动作都是要特别去做。之前有听那个暗黑破坏神在讲，他说他们针对怪物死掉做好几种组合，才会让你看起来那么逼真。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怪物死掉从天而降的那个掉落，看起来像粪便的等级。是粪便等级耶，那个就是标准大学生不知道怎么去制作那个怪物死掉从天而降的那个感觉，它应该很多的效果没有套用进来，所以才导致这一只魔王死掉的时候像粪便的那种水准。你们去看那个粪便的水准，魔王死掉就是像这样，可以仔细观察看看啊。干妈的！这个应该要写信去跟他讲，妈的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个魔王死掉了，掉落是做这样子？这我要截取出来。